常高兴今天能够见证两组优秀作品的 PK 和上新。我们通过陶妓院女俑的资料里头选出了三个可爱的少女形象，还有外加一头牛牛。这三个女孩子的衣服啊，你们有没有经过考证？第一位是汉服，第二位像开衫，我觉得应该不是唐朝的。第三个直接就是个老头衫，服装上可能我们要考究一下。我们对文物的神态做了一个提取，把它运用到了我们的设计当中。觉得江南大学的可能更年轻一些，但是作为上新的故宫这个题材来说呢，后面几个侍女啊，相对来说跟传统结合的略微偏少了一点点。可以提个建议，就是说好的作品一定是修改出来的，改到没有任何毛病为止，我们才允许上新。我还想说，就是这两组作品干脆全部上新得了吧。不是你说的算吗？不是，我说了好像能算。哇，那我刚同时恭喜江南大学代表队的蒙之瑰宝上新成功。